咱还不知道错。请选择一个快递盒打开。呵呵呵呵。我这鞋也太大了吧！哎。这聊一天给我穿小鞋，给我上点药。整出高跷的感觉了，这个穿挺大的。大哥，对呀，你这样穿。很方便。像个机甲。哎，平时有看哥现在这脚型吗？平时有内增。你这个鞋是专门给大拇指穿的鞋。我这还有声呢。顽皮吗？真像啊！来吧，猫黑粉太像。排队，排队，接着排队呢？排啥呀？他不排队的。排队，排队。没有人管他，玉姐，他是来不了啊，他是滑轮的。滑轮啊！哇！怎么办？我去救他。我们虽然没在 A， 但没有一个人。救救我！你这个，走。你太好笑了。我就知道他来不了，他说救救我。救救我！我们到达的成员，我们先把大家的麦克风给大家带上。轻装小哥，现在有一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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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在餐厅里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但是数量有限，率先进入餐厅的成员才有机会享用。那你让潘婷来干啥呀？他基本就进不去了，而且进去也没吃的了。但是在进入餐厅之前，大家需要完成一项挑战，抓住相貌舞的彩带尾巴。哦，我们在彩带的末端贴了标记，要在20秒内抓到标记点之后的彩带，如果没有抓住或者抓到了标记点的前半段都算挑战失败，就要
排到队垒等待下一轮的挑战。率先进入餐厅的前五名成员可以享用营养滋补的生鸡汤作为早餐，其余的两位成员只能提供给你们白粥和辣白菜了。生鸡汤，哎呀！第一位挑战的成员是沙哥，来，三二一，开饭了。失败，太难了，就哥就想喝碗鸡汤补补，昨天寒着了，请深深准备，开始。挑战成功，恭喜周深。区别这么大呢？他该喝点参鸡汤补补了。有什么经验没有？跟我分享一下。就抓他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用手啊，一定要。经验分享的真好。何哥挑战。就他老眼昏花的，肯定。哎，你怎么也是被？失败，后面的一个大失败。白粥预定，备。白鹿挑战，请准备。王家俊，失败。这比想的难哎。下一位。黄的。失败，好的。哎呀，这家伙，不喝了，我喝白粥就行，撑死我。又轮到沙哥挑战。白粥。哎呀，还守株待兔呢，失败，就是白粥命。在哪儿呢？哎，谢谢。你俩白粥居然喝上参鸡汤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来，让我给你们喂白粥，来。喂白粥。小伙儿，你是晕了，开始这速度有点降下来了，最该不抓住的人你给让他抓住了。哎呦，这招已经在江湖上失传已久了，根本抓不到他在哪。你是认真抓的是吧？我不然呢。我怎么了？你看着我不是正常抓，我怎么用了什么舞弊的手段吗？还剩最后一份参鸡汤。参鸡汤，我又尝尝这招。别闹了。20秒倒计时。快了。我。一点点，把喝疼。来，下一位。我都不给他捣乱，就他老眼昏花的，肯定完。最想喝参鸡汤的人没喝着。沙哥，白粥也很好喝的。那恭喜陈哥可以拥有最后一份参鸡汤。那我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了。白粥区域在这里。白粥。
哎呀，白粥就白粥吧。参鸡汤的请往里坐。哦，就是喝白粥的命啊。哎，参鸡汤啊。参鸡汤往里走。来，过来，白粥。还几个参鸡汤？你们都是参鸡汤，就我跟沙爹是白粥。现在来为大家送上你们的早餐。先送参鸡汤。可以啊。为什么白粥就在边上？为什么不先上？你得先看我们喝完汤再喝白粥。这么豪横吗？哇、哦！还这里面塞的糯米饭。哇！还有参，你看看这儿，参也得嚼了。看，好大一斤。哎呀，你瞧沙哥这酸的哟。我就想喝点白粥，其实。谢谢。哎。还给你们放了枸杞呢。早起任务获胜的五位成员现在正品尝的就是参鸡汤。参鸡汤是朝鲜族的传统美食，美味又滋补，极具营养价值，是将特选的童子鸡与高丽人参、当归、枸杞、大枣等十种药材混合炖制而成。这个白粥就是一个非常甜糯的大米，用这个白水熬制了9981个小时之后的那个汤做的。这个是它的这个那个对，炉火纯青，还有两颗枸杞，就像点睛之笔一样放在了这个白粥之上。哇，这口感真的绝了！来，321上链接。沙爹，你要不要来点鸡？给你个鸡腿，要不要？不要。从昨天晚上范丞丞那么叫嚣让我们去帮他抬东西，你就看出沙爹的骨气了。人穷不能志短。哦，那咱们这吃参鸡汤都没人说话，就你那喝白粥的啪啪的，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好吃。我们这多安静啊，都吃的，最后他自我安慰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咸菜啊，还真就得配着白粥，配参鸡汤都不对了。我上后厨看一眼。哎，后厨，再来碗粥。还有一碗，有，来给你送，给你送，马上。我拍他，他进去端鸡汤去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等一下，看看。哎，谁抢了？等一下，姚弟弟在抢参鸡汤。看。哎呀，没有奖，谁奖了？谁奖了？我看那儿有多余的，我就看看。后边有两份。阿爹没事啊。